希望你对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，希望你比见过山的浑浊眼里依然如海的清澈，希望你对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，希望你爱过又如风雨曲折，心里依然在那梦的执着。老变老变啊，可以，我的录影动态了，来到哪里了？来台湾了，飞机了。嗯，这什么？这我们要去小塔山。2512峰。是叫2512峰。大 A 啦，艺术搞就好啦。OK。这个吃下去保证变变球，变变变，对耶。这都没背光的风景很美丽，招手来到哪里都不知道。松塔山的路上，松塔山的路上状态招手来到哪里都快到松塔了，松塔了，好 OK， 谢谢。开马开马，松塔很轻松，配好天气。OK。来到哪里了？南洋关。风景如何？非常的 beautiful， beautiful 美丽。英国的是爱之岛。对啊。OK。动态动态。南洋关途中啊，第二处啊，又来了。二刷。洗刷刷。希望你对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，希望你爱过又如风雨曲折，心里依然在那梦的执着。希望你对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，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，眼里依然有海的清澈，希望你对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，希望你遇见过山的浑浊，眼里依然有海的清澈，希望你对这个世界爱着，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，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，心里依然在梦的山阳关，嫩南朝断崖峭壁，哎呦，有无？啊，拢伫树仔内底，感觉都袂歹咧吼。断崖峭壁，只只你两靠腰，在丛林冒险哦。如何？哎呦靠！哎呦呀！哎呦！竹篱笆，竹琵琶，空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？
小塔山我又来了，第二处。小塔山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我与日来闲暇，田里庄稼收获了一茬又一茬，而我们何时发芽？2024年5月11日，阿里山小塔山第二次登顶成功，耶、yeah, ！恭喜！很轻松哦，要走那个山阳关四岔路来小塔山，都在芒草里面钻，很轻松对不？轻松，对啦。四岔路上来比较没有路径，海拔不下，海拔229一峰，哎哎就一峰。我们走山阳走的路。OK， 好。泉水先冻到了。在打中间啊，不要踩那个木楼梯中间来、啊。泉水仙洞要到了，很危险。好难走哦。2024年5月11日来到哪里了？良心商店，黑心商店，阿里山泉水仙洞，今麦要来开这个黑心商店民宿，只要客价5987到北区。民宿，民宿在哪里？在这边，我看哦，民宿那边，那边帐篷，那边哦，露天呢，哦，很简单哦，有没有哦？来早上上人家班啦，OK。
阿里山潜水仙洞民宿黑心商店正式开幕，2024年5月11日。阮这个头家啦，我是因的新罗啦，来哦，哦，阮即马啊这头家娘，来黑心商店哦，阮客气歹势哦，最近生意如何？欢迎八八款哦！哦，对，恶心的哦！哦，有生意上门的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哎，第二第一托，第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哎，这可能脆打死啊！绝对恶心的，几千块啊！几千块！几千块！这个什么所在？你的破相，这个什么所在？阿哥，我们偷了，几千块买一送一啊，买一送一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绝对恶心的，恶心！阿爸，几千块能管？买一送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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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千块的两张钱，来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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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里有那个野营的帐篷民宿，要不要？一晚只要5987，有够白痴，未歹，扣价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帐篷在那边。哦，野营，野营哎，还是要睡这里，睡这个洞口，这个洞口也不错。VIP 的，晚上就睡这里。不错，那个不错。这个露天的，我们晚上我们老板才可以偷窥。老板啊，我爱搞假薪水。老板娘怎么办？老板娘呢？出来了啊！惨啊！老板娘没见，老板娘爱生气啊！老板娘找找小鲜肉了，好啊！安尼啊，系啊！来，五星级的走，五星级。哎呦，欢迎光临哦！啊，你有啥物话要讲无？没卖，小赞啦吼！真正恶心哦，黑心商店大猫啊，背光啊，背光啊，背光哎，安尼。现在被他曝光了，不要去查这个。要来这个潜水仙洞哦，一怕啦凉，这个要很小心哦，这个有，这个断崖很危险哦，路很难走，所以每次去做小诶，对啊，一排排过来加诶，钓探钓来哦，可以他们有行动支付吧，哎呦，用刷卡，来退啊来退，开放，爱叫辣妹来搞刷卡，好最有期待啊。OK， 大家一起来啊！结束。OK， 我老爸，阿爸接阿爸，做头家未歹哈。要来哦。OK， 黑心商店哦，赞哦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是爱他，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啊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有什